潮戏啦。哎、欸，安尼会死，什么你要找死，还是什么代志，奈何你安尼才想袂开？因为我去京城要做官，风声严明，摆脚无可能在朝为官，我的脚就缺陷，就是安尼，我想袂开，才要死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因为我怀孕啊。等下，阿伯，我都唔捌你，你那什么叫做因怀孕？我当然嘛知影你，啊你自细汉吼，我著看你到大汉。要哪有可能同时看到我？啊你细汉你著住咧这个所在，敢毋是？我伫遮行过啦。对啊，不管是嘛看你哦，伫遮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啊细汉我自早嘛熟悉你啊。原来是安尼，阿伯，把环境造成，我已经娶某也有囝，我讲你哪无成气，让人看无起啊。哎呀，你嘛唔通想啊，你遐尔啊袂开着。啊，虽然讲哦，你无通好做官，迄要哪有要紧啊？你拄啊着会晓讲，啊，你也有娶某，啊对不对？啊，既然若有娶某，着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啊，老幸福家庭，安尼着才真快乐啊。啊，做官要创啥？以后哦，机会啦。你讲的意思，我想开。嘿呐。等下摆机会哦。嘿啊，无错。咱无眼前相，厝内愿意送。你若定定看到我，你嘛知影，我住伫个头前，安尼乞食尔。啊，无囝对我伫咧艰苦，安尼我要哪会用钱？无头路就对啊啦，啊无安尼啦，真简单。啊，拄我好啦，我哦伫咧哦过即个哦金仔山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你阿伯，你即摆讲啥物？啊，我咧过即个金仔山啊。你有请过金仔山？没有。这是普通一支山尔，你爱讲笑？哪会是？你看上细，看一花。哎呦！这是什么事情？我以前捌亲眼看，这是金马山。对哦，嘿呀、啊，我用车哦过这金马山，啊，煞唔知影哦，要找到这金马山的主人啦、啊。阿伯，你讲的意思是？啊，无安尼啦。既然你即马嘛无头路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哦拜托你，帮我到找这金马山的主人。找到金马山的主人，啊，有啥物好处啊？就有一锭黄金啦。哈？找到金马山的主人，一锭黄金。一锭哦，我赚到。我准备换个生活吼。当然咯、哦。好啊好啊，阿伯，那如果听你的话，莫死。对啦，啊，金马山的主人哦，叫做啥物名？叫做杨宝仔。杨宝仔，杨宝仔，甲我同姓。那你口水好，阿伯，我听你的话哦。我是妈妈想过转来去，我会替你找金马山的主人。啊，你会记得哦，一锭金哦。我知。那你我就卖死啊吼。